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多少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，这一生才不会浪费掉。我们到底重不重要？我们是不是很渺小？深藏心中的那一套， 人家会不会觉得可笑？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，不要老是坐在那边看天空。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动，还有谁可以帮助你成功？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，不要让自卑左右你向前冲。 Thank you.